走吧。高立博，婉清，我问你，刚刚你送走的那个女的是谁？朋友。朋友？你骗谁呀？人家走得老远，你还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，哼，一看就知道是非比寻常的关系。哼，哎呦，观察的还挺仔细嘛。切，我没想到你那么快就变心。好像是你不理我在先吧？那你也不能见异思迁呢。哎呦，这么讲。那你是我什么人呢？你是我夫人啊？是我小妾？你管天管地，你管不到我这段吧？好你个高立博，枉费我对你付出那么多，你却这样对我。原来我们之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吧？我都已经拉下脸来找你了，你还想我怎么样？婉清，你回来我很欢迎，但是你一回来就兴师问罪，这我接受不了啊。女人还是要温柔一点。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你非要问是吧？那我跟你说过了，她是朋友，死了丈夫，我关心一下。哼，原来是寂寞芳心小寡妇，那不正合你胃口？有一点你还说对了，那位女士秀外慧中，不光是我，我觉得全天下的男士都会对她动心的。还有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正式追求她了。的胆子，你都已经有了我，你居然还在我面前大言不惭地说追求他，你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陈文清，我过分还是你过分？我真的拥有你了吗？你两天下雨三天冰雹的，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我是什么？我是狗啊！你当我是条狗啊？我受够了！你要不惹我，我无缘无故会这样吗？我还是找个正常一点的。你说什么？谁不正常了？你正常吗？正常吗？好，那个女子年轻貌美，家底丰厚啊！我现在正式追求她了。你听好了，我正式追求她了。最主要的一点，她正常。我承认我不如他年轻，但是论美貌我并不亚于他。你要找有钱的是吧？我也有钱呢。你看，你一直惦记着喜欢的金刚钻，我给带来了，我可以给你的，我真的舍得给你的。哟，金刚钻，哇，金刚钻！陈曼青，你太小看我高立博了。哦，我高立博就是这一颗金刚钻就能打发的人吗？别哭了啊，擦擦眼泪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不想看见你，走。你赶我走，你就这么狠心对我？
知道你巴不得让我走，我偏不让你如意。求你不要这样对我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干什么？你说明明相爱的两个人，为什么在争吵的时候就拿刀捅对方的心脏呢？哎，曼青啊，我拿你的钱投资的那25000块，我会还给你的。还有，我们俩现在只能做露水鸳鸯。如果你真的想好了，你要做你的贤母的话，你就回家去，永远不要来找我。如果你想我的话，我高丽坡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，永远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急死人了！没事的，他们一定能把孩子给抱回来的，一定能的。回来了，真的是我的小金，真的是小金，小金，真的是小金，别哭，小金，妈妈在这儿呢啊！你现在回家了，别哭别哭啊！真的是我的小金，请跟我去警察局，快，我要报案。我的孩子没有了。什么叫孩子没有了？干娘，宝弟怎么了？佳怡，你可回来了，宝弟没有了。什么叫宝弟没有了？他人呢？你刚走不久，就有两个工人来说我们家有人报修水管子，我当时没有在意，就让他们进来了。他们捣鼓了半天，又说我们家水管子没坏就走了。我后来回房一看，宝弟没有了。这工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嘛，长得什么样？是个老头，还戴着眼镜。哦，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，我眼瞎的时候听过这声音，好像是老弄堂里的人，对，很像老轱辘的声音。好啊，一定是杨素云，杨素云让老弄堂里的人把宝弟给偷走了。这总经理，找我有急事啊。苏南分行出了些状况，事发突然，你跟我一起走一趟。哦，什么时候出发？今天下午，事情有些棘手啊，可能两三天都回不来。嗯，府上要不要交代一下？那我回去说一声。好。哦，哎，德德，嗯，记住不要耽误火车的时间呢。哦，放心吧。好看吗？哦，好棒好棒！来，拿着玩吧。要不要啊？给杨素云，你给我出来，把孩子还给我。开门，杨素云，把孩子还给我，开门。好像是谢佳音啊。怎么样，素云，你跟小健在这儿别动，我去应付他。杨素云，哎，那我跟你去了，别动，我去。快点开门啊，楚华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去。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，这个女人你对付不了。听我的，你们俩留在这儿陪素云和小静，我去。快开门！你知道波浪鼓怎么玩吗？搓，使劲搓。开门呐！开门！开门！干什么，谢老板？有钱就可以私闯民宅了？你们抢走了我的孩子，你快把我的宝弟还给我！谁抢走你孩子了？你说是清楚，他姓什么，叫什么？春花，你让我们进去。那老头我认识他，是他让人抱走了我们的孩子。我告诉你，我知道我的宝弟一定在里面。你把孩子还给我，
如果你不还给我，我现在就起诉反告你们。好啊，你去告啊，你赶紧去告啊，顺便连你霸占素云孩子的事一块儿去告官。你干了那么多坏事，老天都看不下去了。哦，你还好意思气势汹汹的跑到这儿来要孩子。谢家英，我告诉你，钱是你多，可是要论力气和胆子，我们弄堂里的人可比你大。我告诉你，宝弟他是我的孩子，我今天绝对要把他带走，你给我让开。我去你的，我警告你谢佳音，你要是再敢来抢孩子，我只要吼一声，我们弄堂里的人都会过来对付你，看我们谁怕谁。佳音，你给我告诉杨素云，宝弟我一定会要回来的。你来好了，我怕你啊。哼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舒涵，你把宝弟还给我。怎么了？你装什么傻？杨素云从我家把宝弟抱走了，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快去啊，你快去啊。佳音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这么做。你说什么？孩子的事儿素云去问过律师了，律师说要真的打官司我们不是没有希望。所以呢？法庭上见。舒涵。